各位亲爱的香港市民，你们好。圣诞节就来了，你真是 ready？ 这两句网上的广告口号明显就是鼓励大家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尽量狂欢和消费。但若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两句说话其实可以提醒我们不妨用另类的方式去迎接圣诞节。不过如果要度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首先就要清楚明白这个节日的精神和重要性。圣诞节的核心精神是在于施予和分享。施予和分享涉及双方面，就是施予者和受惠者。天父上帝是圣诞节的第一个和最伟大的施予者。因着爱，他甘愿将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予世人，为人类带来新的生命。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的金句就清楚告诉我们知道，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耶稣降生就是上帝无私送给人类最宝贵的礼物。但是这一份礼物相当有爆炸性，因为它改变了世界的动向，转化了人类的历史。耶稣不单止建立了上帝与人类新的关系，也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拆除了人与人之间的藩篱。它促使世界各民族和平共处，成为上帝的儿女，令上帝成为众人之父。耶稣一生置身于人群之间，关顾爱护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特别是那些罪人和贫困的人。他不单止承担他们的苦难，更加将他们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有一位牧者曾经这样描绘耶稣为人而活的生命，他要使清贫者得温暖，犯罪者得新生，为奴者得自由。他要改造个人，也都改造社会。圣诞节就是庆祝耶稣这一位爱的施予者诞降的节庆。我们要庆祝一个有意义的圣诞，就是要学效耶稣一样去关怀其他的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困苦和身心灵不健康的人。特区政府最近公布最新的贫穷数字，全港共有130多万贫穷的人口，这个数字是2009年以来新的高点。另外，长者贫穷问题亦相当严峻，有接近34万人。因此当大家兴高采烈去问其他的人是否准备好迎接圣诞节的时候，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就可能会感慨地问，圣诞节与我有何干？贫穷和人口老化是两个连连紧扣的难题，要战胜这一场仗是需要全港的市民的毅力和努力。政府一方面要订定创新和有前瞻性的政策去回应，而我们每一个市民亦都需要发挥圣诞节的施予精神，尽力去关怀照顾有困难的人，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因为在很多时候，除了物质的供应之外，一句简单的嘘寒问暖亦都可能带来奇迹。圣诞节提醒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要拒绝施予和分享，亦会令自己失去受惠的机会。我们很多时候在施予的时候未必是甘心乐意，但是当我们心里面存在一份爱的时候，就一定会愿意去施予和分享。圣诞老人送礼物给我们每一个人享用，但是上帝送给我们圣诞节的礼物是爱，而这一份爱是需要与人分享，学像耶稣一样做无私的施予者。最后祝愿各位市民可以发挥分享和施予的圣诞节精神，能够燃亮香港人的爱心，使全港的市民得
得以充满喜乐和平安、温暖和饱足。